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板栗烧鸡块。好了，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先看一下鸡肉啊，这是一斤二两，块别太大。这是标准，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啊，这板栗啊，这板栗呢尝了一个，咱们买馅尝一个，这样我看也行，回来一扒啥色的都有了，就这样吧。等你们做馅吧，买那个罐头装的，叫糖水板栗啊，那个挺好。我寻思更想咱买点得了，结果买的不太可心，但吃的味儿还不错。来，咱们再看啊，给这一块喂一下口，酱油，普通酱油，盐，少许。拌均，腌制个五六分钟就行了。来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豆瓣姜，现在看一下这个锅，加上火烧到7至8成热，等待油温再上了，再冲炸一下，让它上下色，再下到锅里冲炸一下。好了，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来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放入花椒大料，加入清水，下入板栗，这个时候呢可以调口了，把这个葱姜往出打一下。现在呢加入适量的番茄沙子，也就是番茄酱啊，还有鸡粉、白糖，口大一点，改成小火烧至15分钟。来，朋友们往跟前看一看，来看看这个胶质下了以后啊，开那个锅都是小泡泡，再收收汤汁啊，汤汁还有点长。什么叫收收汤汁啊，就是大点火靠一下子，让水中快点蒸发啊，这么个意思。这点味道啊都在汤里呢，所以啊咱们这个汤汁别往出撇，撇勺扔了啊，不能那样。勾芡儿，鱼鳞芡儿，把这个调料油啊放锅边这么打啊，打完以后那样放亮才可以。好，出勺，色泽红亮，咸鲜适口，突出板栗的香味儿。说不行，得吃到嘴才是香味儿啊！闻着这个味儿还是很小的。好了，有什么需要网上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